条桥当初就像我昨天讲的，这条桥为什么它的设计沉重会这么，它就会比较支持科技，可能有些或许将来，我现在还不想之后这个名词，相信大家应该有印象，上个礼拜它也是在我们提高的名单当中。好，那在提高之后，它也是公然挑战公权力，来回配我所爱的台湾，找回台湾的自信，找回作为一个台湾人的骄傲。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。那如果宋庆龄最后真的宣布参选，部分还是要得最后登记为主，因为韩国有提到那个。